媽咪，唉，選民登記表搞掂咗啦，唉，搞咁多嘢做咩啊？都改變唔到啦，我哋啲殘疾人士都係唔會有改變噶啦。哥哥，梗係唔係啦？如果有你，有細佬，有妹妹，咁我哋四個人一家人一齊去投票，我哋咪會發揮一個好大嘅力量咯。係喎。516前齊登記做選民，記住登記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黃少麟，是聽障人士聾耳的會員，大家快啲登記做選民啦！記住啊，5月16日之前就截止登記，請致電2343-5363，互聯會有義工協助。大家好，我是張超雄。5月16號選民登記最後一日啦，你如果唔登記做選民，你就冇咗聲音。記住，5月10號最遲登記做選民，9月9號先至可以選立法會嘅。投下呢個票就係出我哋嘅聲音，爭取翻殘疾人士嘅基本權益。記住，5月10號之前登記做選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何雪芬 Susan， 喺呢度呼籲大家喺16號之前咧，快啲登記做選民。如果過咗16號咧，你9月9號。就冇權去選呢個議員啦，冇得選你心目中嘅議員，我哋咧就冇人可以代表我哋喺立法會裏面發聲咯喎，所以馬上去行動啦，去登記做選民，發揮你公民嘅權利同埋義務。多謝各位大家好，我係羅偉祥，沒有選票哪有改變，希望大家行動。各位殘疾人士，記住5/16登記做選民。